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今日清晨五点，上明下定大和尚与众戒德法师升坛斋天，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率领同修弟子香花请香花迎，奉请玉皇大天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城，请听纳受维新贤士弟子的大悲愿。宗主带领全体维新贤士弟子向天宫祈愿，祈愿天宫四福：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两岸和平，世界和平，无战争。祈求四福所有维新弟子、台湾人民都平安。维新贤士弟子们，
啊，各位慧心弟子，合会大众，阿弥陀佛。啊，今年辛丑年，恭祝啊，告诉王禅老祖的圣诞千秋。咱特别尊请的啊，咱佛教界长老。上明下定界尊请到佛教界高僧戒德，会当为咱大家来祈福、求平安、求事业的安定。回顾过去一年来，啊，武汉肺炎煞事。肺炎那些武汉肺炎，影响到世界人类，唯独台湾上平安。这也是咱所有维新弟子共同的本愿，大家认真诵经，啊，认真拜佛。啊！祈求天公赐福予咱，台湾才会平安。俺老祖慈悲开示咱，大公无私的祈祷，一定会满咱的愿。所以今年辛丑年，咱的水陆法会当如期来啊举办。这个法会，这是咱的公营灵山所啊感恩的，所以这一年来，咱在家修行，大家上经再上经，啊，到今日呢，已经有1,100,000部的经部来回向哦。天恩煞神，啊，改弯色角，消灾化劫，啊，各位同修，咱今年的水陆会，大家拢足辛苦的，3:30透早分工合作，啊，起来完成着这个这大的水陆会。啊！咱除了着感恩各位的努力以外，咱嘛感恩着天公赐福予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啊平安健康的身体。啊！咱也真感恩着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同事，这几年来咱的努力。啊！咱来拍拼，咱拢是大公无私的拍拼，来为咱全民来祈祷。啊！咱也希望讲咱的诉求，我相信拢会满愿。啊！祝福到咱所有的现世同修。祝福到十方善善大德，啊，大家的扶持，啊，感恩到天公的赐福，啊，诸佛菩萨的赐福予咱，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两岸爱和平，啊，无战争，这是咱上大的祈祷。啊！再来了呢，咱祈祷五谷丰登，风不调，物不顺，是非常麻烦的代志。啊，所以咱来说祈求，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
谢谢各位，大家这么早，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斋天科仪由戒德僧众带领斋主大众等恭诵金光明经，以一片光明的诚心供养天公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同修们将几声虔诚的祝愿随着袅袅香烟和梵拜音声上达天听，唯愿天公慈悯，赐福平安顺遂，所祈所愿皆得圆满，也祈愿天公赐福台湾风调雨顺，解除旱象之苦。
各位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水陆大法会，我们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才有今天。尤其我们在斋天的时候，感恩咱的天公。感恩诸佛菩萨、诸天圣神光降，也经过上面下定大和尚及各位高僧戒德的德威，才能够恭请到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速福给咱台湾平安。台湾的平安是很重要的。台湾如果没平安，人力落后计较还是没有用。所以我希望各位我们的同修多做传给我们方便法门，大家在家在厝处理来上经，无论你上多少都有功德，越多功德越大。在今年已经有1100万部的大家诵经的功德，我很感动。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维新弟子的慈悲和可爱。我希望这个诵经祈福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修行呢，我们不能停。即使我身体永固，嘛爱磨练骨，永固嘛也还，但是我的意志力。还是永远不退。在24月3日妈祖生迄早起3:03，咱的天坛发挥，甲中央烧掉去啊！提起人爱提升，36年修一届。36年前，台中5000、5000进修院修一届呀。36年后的今日，过修一届。那么过36年后呢？要过修呢？迄个时阵，咱再过来看。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认真修。师父修不好诶，我会改进，我会努力，我会打拼。若是各位同修，恁有当时要找我，无方便找袂到，是恁向老祖点三张香，向老祖。禀报你的心思，我相信有真侪佛法会护持您，啊，帮助大家，会当改弯切割，会当消灾化劫，这是咱所希望的。最近天气这么炎热，有点失常。我希望讲水陆法会了，
天公伯啊，大慈大悲，是有路予咱，会当旱象解除。那么新丘年的事业，咱的法门，凡事皆沾，啊，家己都了了分明，咱所学的会多，都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咱道的真实意。那今年这个水乐会第24段，过去24段，央殿上面下定大和尚，代替咱敦请着80多位的高僧戒徒，啊，愿意来给咱帮忙，共同来祈求天灾永续、天伦永续、世界和平、两岸者和平。啊，我们还有36年，啊，也水陆法会，好，希望各位同修，啊，咱36年后的是圆满节，咱大家一家再共同来欢喜来圆满，啊，安尼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探吉，谢谢阿弥陀佛。此坛水陆法会为祈求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同时也祈愿天灾永息、天温永息。近日世界疫情又有反复，印度疫情升高，各国都发动支援，台湾防疫也紧绷。法会中，景慧法师以确温神咒来请示宗主，宗主请其广传大众，并于各坛法仪当中持诵。我们请景慧法师来为我们开示确温神咒的运用。各位贤士，哦，阿弥陀佛，今天刚好有这个因缘，哦，我们来讲解一下说佛说确恩防神咒经。这个由来是由释迦牟尼佛当初讲经说法的因缘，他到了耶利国，耶利国的人就是发烧，然后没有病治就往生了。人一直死，一直死，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一样。由于这样的因缘，释迦牟尼佛要去那边讲经说法，所以没有办法有继续讲。那阿难尊者就说：“释迦牟尼佛慈悲，请开示，如何救度耶利国的人？因为耶利国的人一直往生。”跟我们现在的武汉肺炎是一样的，就是人发烧就往生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慈悲就开示了这一段佛说切恩经。那佛说切恩经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呢，说由于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贪嗔痴慢疑，由于我们的恶心一直增长，善心一直减少，所以我们的病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哦，所以有时候就是要讲这个经的由来。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讲了，说这是由于，哦，这七个鬼神，他们都把那个黑色的毒气吐出来，那人们吸到这个黑色的毒气，然后就会发烧往生，跟我们现在武汉肺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众生能够知道这七位鬼的名字，那你持诵这个鬼的名字，他就不敢来侵犯你。那而且这个七个鬼，如果你认识他，知道他们的话，你诵他的这个名字，他不敢侵犯你。你把这个带在身上，他也不敢侵犯你。你把它挂在门口，贴在门口，他也不敢侵犯你。那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是针对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那我们由于刚好做这个水陆法会的因缘，所以说我们就赶快把这个这一段经文印出来，
让大家来诵读。如果能够诵读这个每天早上37遍、哦、大家都能够保平安。那我们可以像做大杯做水这样子，拿着那个开水或是矿泉水都可以，你持诵这个咒语37遍，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吃了也会平安，那我们也可以给亲戚朋友吃，或者说如果有人生病了，你就赶快把这一张单子传给他们，送他们，希望他们大家都能够诵读佛说切恩咒。你诵读这个之后呢，你的病情会一直减轻。那你诵这个，第一个可以减轻你的病，第二个可以防身、哦、能保佑你自己啊，我们也可以保佑我们的旁边的朋友，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宝。但是这个如果说你不认识字的人怎么办呢、哦、我们老师也有开示，这样就说我们拿着这个香，一个字一个字的点、哦、就一个字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把它点完了，那就是你诵一次。那你点了37遍呢、哦、就是等于你诵了37遍，这样子这个咒水就可以治病。那如果真的不会用的人、哦、你就把它捡起来、啊、念阿弥陀佛，然后把它烧了，就像我们喝那个那个欧摩尼贝密哄的那个一样的这个符咒一样。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保平安、哦啊、也希望大家由于这样子能够多做善事而增长我们的善念，让我们大家都没有病苦。希望这个武汉肺炎可以赶快离开、哦、让大家都能够平安。所以这一章佛说切恩经呢，大家可以带在身边、哦、也可以自己诵读，也可以保平安，也可以带在放在车上，挂在车上保平安，也可以挂在家里保平安。那希望说这个切恩咒能够带给大家真正的平安、啊、也希望我们的贤士同修，如果大家知道了赶快把它传出去，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那这个是出自于我们的万字序藏里面的记载，在万字序藏3388页跟万字序藏150到768都有记载，所以这个是真的藏经里面揭露出来，绝对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讲的。而且这个切恩咒是非常灵验的、啊、因为以前的人翻译经典只翻音，尤其是咒语只翻音不翻字的意思，所以这个切恩神咒这个恩字跟我们集字边的恩字是通用的。那我希望说由于这次的因缘，那有这个切恩咒送给大家，能够保大家的平安，不管我们国内的国外的这些贤士同修，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哦、事业顺利、啊、身体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啊、能够继续诵持、哦啊、由于大家健康、哦、工作顺利，身体能够平安，那能够护持我们贤佛寺，护持我们的易经道场，希望说大家能够多学一些易经，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又有切恩咒可以持诵，又有易经可以学习，那是双管齐下，更是好上加好、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阿弥陀佛。同修大众可以在家依法修行，护佑自己及家人平安。法会宴口坛的普桌
在供养十方法界之后，护持的志工大队与同修们会将其打包入库收藏。而有供养普桌的同修大德，若要将普桌供品领回家，可以到设于第三停车场入口旁的普桌供品分发处来领取，带着您查询联位时列印的编号单，来到普桌供品分发处向服务的同修们领取即可。分发处今年由义经大学第六届同修与义经大学第十届同修来共同护持。第六届的林国仪班长为我们说明领取普桌的服务。各位先生大德，各位同修，大家平安。今年新九年，咱漳州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吼，今仔已经进入到第三天啊。阮即站的化工，伊是公平吼，普桌公平的分发的工作吼，是由我们第六届、第十届的贤士同修来负责哈。师父有开示，这个普桌我们可以带回去哈，煮一煮，一样是在供养哦。我们这边的任务时间，我们是由五月三号法会开始的这一天的下午，从六点到九点就开始有人在这边分发。法会期间就由五月三号开始，早上八点到晚上的九点，法会期间我们都有贤士同修在这边为大家服务哈。法会完毕了以后，我们五月九号开始是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四点，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也都有贤士同修在这边为各位来服务哈。希望说这次的法会能够圆满啊，任务能够完成啊，也祈愿我们的台湾平安啊，天灾永息啊，世界永和平。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慈悲，道家慈航为太平，万千万生来朝礼，共传世界永和平。难留天堂难天来，妻儿天使天心内坛法仪是水陆法会中非常殊胜的，护持内坛的法工也都抱持着欢喜心，谨小慎微，庄严自己，庄严内坛。在内坛中，法工们轻声细语，细心的调整坛城布置，及借得师父们的毛巾、茶水等所需。阿弥陀佛，我是宜兰道场圆瑜，我们今年度第一次排在内坛，每一个同修都很严谨神圣的在处理每一项工作，内坛的工作必须经过您供佛，每个供佛也必须由男众来供，然后在供佛的前夕，我们女众每个项目很严谨，包括那个上堂水怎么处理，上堂水必须100度的温度，等它冷却，冷却的时间也不能拉得太长，时间过长会产生细菌之类的东西。然后第二次阴阳水下去要上供的时候，必须那个温度恰到好处，所以每一个包括供佛的动作、内坛的工作，还有全室同修每一个动作都很严谨啊，密切的在注意每个细节，所以内坛等于说我们维新圣教一个很殊胜庄严的圣会，每一个地方都很庄严，但是当内坛的意义不一样，你进来内坛不能大声开口嚷嚷，然后进来的贤士同修大家知道他的殊胜，假设8点要佛供，他们大概7:20、7:30就在这个地方，很有秩序在排列要等进去供佛。除了7-8个坛城以外，内坛我个人觉得啦，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要很慎重去执行这个细节。每一个同修都要很慎重、很庄严的来这边参加。诵经念佛，让我们祈求世界和平、消灾化解，还有瘟神能够永除。这个是老子跟师父的慈悲，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像我个人，只要维新圣教法会，我都会特地请假，因为活在当下，每一年都在过。你不把握当下的话，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会卸下工作。来这个地方参加维新圣教的盛会，
感谢老祖慈悲，师父的慈悲，让我们有机会来这个地方参与盛会。阿弥陀佛。内坛法仪今日上午进行佛供，供养诸佛菩萨圣神。午后开始，请下堂仪跪。三师和尚引领斋主代表依法仪召请下堂十四席六道群灵，为罪苦六道众生说破地狱偈，为其开道路，使离部位，开咽喉，解冤结，令皆能来赴水陆大斋法会，听闻诸佛说法。六道众生久处罪报苦难，身形垢秽，召请来到法会坛城后，先奉请至沐浴亭沐浴更衣，洗涤内外垢染尘劳，着新衣，欢欢喜喜来赴盛会。
之后，六道众生都已齐集坛城，三师和尚依循法仪，为之净六根三业，为六道群生奉请三宝，皈依三宝。至此，六道众生皆已毕集，晚上将进行受幽冥戒，为六道众生受戒。我们将于明日为观众们来介绍。感谢收看水陆法会特别报道。明天我们将继续介绍水陆法会各坛坛城法仪。欢迎持续收看《维新天下事》辛丑年水陆法会特别报道。